啊，270，25圆通里头，不只是观音菩萨这一个法门是个特殊法门，特殊是有两个。啊，这个特殊是什么呢？按顺序排列的，就是一般法门，一般排列的；不按一般顺序排列的，这就是特别法门。啊，按顺序排列，观音菩萨排在第二，它是耳根。啊，你看六根里头，眼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耳根。啊，鼻舌身，啊，他这样排列的，啊，他没有排在第二，他排在最后，排在第25，啊，这就是显示他的特别，而且太明显了，你看原来应该摆在第二，他现在摆在第二，摆在最末后。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另外一个特别的呢，它那个位置只差一个，所以不明显。啊，你要仔细去看，你就发现到了。七大里头的，啊，地、水、火、风、空、见。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见大，弥勒菩萨是十大，他摆在弥勒菩萨的前面。啊，这个是按照顺序排的，但是大势至菩萨没有按顺序，他跟弥勒菩萨两个对换了。啊，他排在弥勒菩萨的后面，弥勒菩萨排在他前面，因为他只掉一个位置，不太容易看出来。啊，你看，本来他是第二十，他的位置在23，弥勒菩萨24，啊，他们两个对调了，弥勒菩萨23，大势至菩萨摆在24，啊，最后25是观音菩萨，两个特别法门呢，不是一个啊，啊，所以一般学楞严的人的时候很容易。疏忽了，没看出来啊，啊，只看到观世音菩萨，哦，娑婆世界耳根最利，啊，把念佛圆通章疏忽掉了，啊。这地水火风空见识是见大了啊，这个含义我们要晓得，观音菩萨最起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呢，是普其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根基，这还得了吗？啊，学楞严经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搞明白，那个楞严是白学了。
啊，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好像我出家的第二年，我在灵济寺出家的。第二年灵济寺成戒，我在戒坛里面担任书记。啊，有一天我记得是晚上，台湾大学有几位同学，我还记得有一个名字记得，其他的记不得了。有三四个同学，叫古正美，啊，他的姓不常见，古今的古，啊，以后也是一个大学教授，啊，带了一个老师，日本人，台湾大学的客座教授，啊，日本人，他也是法师，日本法师，啊，带他来看我，啊，那么听说我学楞严经，那真是那个时候学楞严，啊，跟李老师学楞严经。这个法师跟我见面，就问我学什么，现在正在学楞严。他说你修什么法？我说修净土，念阿弥陀佛。他问我一句话，这楞严经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日本人姿态很高，很傲慢，对我们是很轻视的态度。啊，叫目中无人了。我就反问他，我说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这个他知道啊，西方三圣的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就是观音世至啊。我问这个话，他还没觉悟过来。最后我提醒他，楞严会上二十五圆通，关键就是这两个人物。你能说楞严经跟净土没关系吗？啊，楞严经里面含藏的玄机就是净土。你看，把这两个菩萨，两个菩萨都代表着特别法门，没有按照顺序排列。啊，我这个说破了，他就没话说了。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呀？啊，还是台大的客座教授啊。以后我曾经六次访问日本，这个老师的名字我忘记掉了啊，我没有跟他见过面啊。所以我们修学大乘呢，真的是字字句句都要很留意啊，不能轻易把它放过啊，啊，才知道净宗之妙啊，千经万论的啊，佛有的时候显说，有的时候是密说啊，你会看的，你能看得出来；你不会看的，你不晓得。啊，楞严经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法门的两位菩萨做代表啊，这两位菩萨全在极乐世界啊，观音世至啊。
那么这是说啊，弥陀之本心呢，唯一一佛成都啊，一点都不错啊。广度无边众生，究竟涅槃啊，涅槃是梵语啊。愿文中原理分别诸根极尽，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原理分别就是不分别，诸根极尽就是不执着啊。诸根极尽是我们经体里面的清净，原理分别是经体里面的平等啊，静中修学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得清净心，决定生净土。凡圣而不是方便有余土，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凡圣同居土是阿弥陀佛的秽土，但是人家那个秽土也清净，为什么呢？他没有三恶道啊，他只是人天。得清净心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得平等心就是菩萨，就是佛，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啊，西方世界跟一般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个平等的法界。前面我们读过了，你色身容貌完全一样，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我们古人说一句话说，人心不同啊，过如其面。那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为什么我们人的相貌都不一样呢？念头不一样，念头如果一样啊，相貌就一样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个相貌完全一样呢？因为它都是念阿弥陀佛，所以现出来的相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全是一样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会真念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确确实实不止经里面讲的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不止啊！啊，这个注解里都说得很清楚，那是照古印度人所说的。啊，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说不尽啊！啊，每一个人都想相好，念阿弥陀佛相就好了，啊。你不相信你多念啊，果然念上三年相貌变了，体质也变了啊，体质变得是金刚不坏身了啊，的相貌变得像佛了啊，这个都是教导我们要认真的去学习。
啊，认真去念佛。自啊，这是自宋译的啊。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啊，这个愿文当中前面两句原理分别诸根极尽，是从宋译。啊，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这是唐译的。啊，这是夏老居士啊汇集这个经文啊，从哪个本子上取的，这是交代出来了。至于魏译啊，康僧铠的本子，这位不著定居，彼灭度者，不取正觉。善导大师设魏译时，多以唐译著贤之，并于此院列四名。第一个名字，彼至灭度院；二呢，正大涅槃院；三，无上涅槃院；四，亦可名住相正果院。这个注解做得好啊，把这个老居士呢，汇集的时候取舍都跟我们说出来了啊，哪一句是从哪一个原本里面取的，呵呵，都说出来了。善导大师很多人都知道啊，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问日本这些法师有没有这个讲法，他说有，他们过去的祖师传来的时候都说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所以他们对于善导的崇拜我中国人比不上啊。你一到日本净土宗的寺院，普遍的没有一个寺院里头没有善导大师的像啊，他的像是塑像啊，或者是石头雕的塑像啊，通到处都有，他们对祖师之尊重啊，善导大师、智者大师啊，这你到处都能看到啊，对祖师的崇拜超过对佛的崇拜啊，这是日本人真正是的尊师重道啊，念念不忘师恩呐、啊！啊，很多寺庙用善导大师的名称叫善导寺啊，你一看善导寺就晓得那是净土宗的道场啊。所以善导大师解释魏译啊，就是。不住定居，彼灭度者，不取正觉。啊，这是康僧铠本子里面的经文。啊，那么善导大师解释，还是用这个唐译。啊，来帮助他啊，来这个就这个帮助大家容易理解啊。不住定居，就是此地所讲的原理分别诸根寂静。这是禅定啊。住根极静，在一般讲呢，楞严经上讲是阿罗汉得的定啊，
九次地点，啊，超过六道轮回，六道里面最高的是第八定，四禅八定。第九定呢，就超过六道了，轮回就没有了。啊，所以他们住四圣法界。啊，它有四个等级：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住根极净是阿罗汉跟辟支佛。远离分别呢，这尘沙烦恼也断了。这是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佛。啊，是这个境界。最高是佛法界。佛法界里面，如果再把无始无明断掉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就到一真法界去了。啊，所以魏译的经文不住定句是说这两句啊，此地讲得更清楚，原理分别住根寂静啊，彼灭度者，这就是决定成等证觉真大涅槃啊，这就是彼定灭度啊，灭度就是成等证觉，成无上正等证觉啊，证大般涅槃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善导大师这里头重要的就是这个这一愿里面可以还可以再加上了其别的名称，这四个名称意思就更明显了啊。第一个是彼智灭度愿，你要是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必定能达到灭度啊。这个灭度是灭，是灭烦恼啊，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通通灭掉了啊，也可以称为正大涅槃愿。梵语涅槃啊，中国翻译也就翻一个灭字啊，灭什么呢？灭烦恼是因，灭六道，灭十法界，这是讲果，因果统统灭掉了啊，因为都不是真的啊，见思尘沙烦恼是假的啊，连妄想都不是真的啊，果报呢是就设法界啊，设法界包括六道也不是真的。永嘉大师正道过上讲得很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呢、啊、你觉悟了，不但六道没有了，设法界也没有了啊，那是要真大般涅槃啊，这就出了十法界了啊。三名无上涅槃愿，这个无上涅槃呢是在极乐世界成就的啊，也就是说一定
在极乐世界能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华严经上讲的，你一定会证得妙觉果位啊，那就是无上涅槃啊，也可以说呢是住相证果不识灭相住相。在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有相不是没有相啊，妙觉位就没有相了，妙觉位回常寂光了啊，那就是这个十宝土也没有了啊。可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佛他可以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那就他住相了，他相不明。那这才叫世事无碍呀！他可以不住相，也可以住相。住相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有余一涅槃，不住相呢是无余一涅槃。这个跟应身化身不一样。应身化身那是化身菩萨实现的。这是真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修得果位，依旧不坏相。西方极乐世界相是永远不会坏的，它永远不会变的，它只有心性，它没有色变。可以跟阿弥陀佛一样常住极乐世界，永远住极乐世界，帮助一切众生。佛是老师，这些人当教练的。帮助他们稳稳当当成就。像中国古代君主制度之下，我是看到一个好处，他培养接班人。你看立太子，皇上这个立太子，大概皇子们宫廷里面的制度，8岁上小学，15岁是大学，没有当中没有中学。如果立为太子呢，他就有固定的老师，有3个老师。太保、太傅、太师，这3个是他的老师。太保管什么呢？管他的生活健康，
啊，教这些东西。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的生活教育是太宝贵。太傅呢，管道德、伦理道德，啊，太傅管。太师是管学术，将来治国平天下，管这太三个老师啊。他还有三个教练，那教练是什么呢？你督促他干呢，带着他干呢。你学了之后不做不到不行啊。这三个教练叫少保、少妇、少司，啊，这是要跟到他，跟到这个太子在一起生活的，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啊，所以你要是真了解之后啊，你说中国曾经封建的时候，那是时代不相同，在那个时代用那种制度啊就很好，啊，时代不一样，啊，他没有什么过时的时候，他这个教学是圣人的圣贤的教育，那教育是圣贤，我们就晓得政治是圣贤的政治，社会是圣贤的社会。啊，工商业是圣贤的工商啊，它不一样啊。啊，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老师，啊，这些人已经成佛证得妙救果位了，他还留在极乐世界，他当教练了。啊，他来辅导，啊，这些一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啊，真的，他们的烦恼还没断尽，是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那不是他自己证得的，啊，所以需要有这些人去帮助他，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些人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地位都称为等觉菩萨，啊。这些人多啊，啊，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上善呢，就等觉菩萨。啊，来帮助众生。啊，顺利圆满证得究竟的果位。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一啊。真解赞曰：高祖愿明太经云意也。这日本人称高祖就称善导大师。啊，善导大师提这四个愿的愿名啊，这就太好了。啊，这一愿的意思就通通都显示出来了，就经绘本取唐仪之文，又以定成正觉为愿名，正符善导大师之意。啊，这善导大师取这个列这四个名的意思，显这个这一弥陀这一大愿。我们再看下面，善导大师于四十八愿中称定称正觉，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诸佛称赞，圣念必生。四十八愿的这个五愿呢，是真实愿，啊，阿弥陀这个善导大师佛门里面都称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啊，还有一位祖师，这是净宗第二代祖师，净宗第六代祖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啊，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天台山还有一位法师，也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风干和尚。啊，在国清寺修行的，寒山拾得风干。啊，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风干是阿弥陀佛。佛菩萨常常在世间呢，在人一般人不认得，啊，到认得的时候，他已经要走了，他就不在了，啊，这是真的。啊，如果他说什么菩萨再来的，啊，佛再来的，他还活在世间，他不走，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所以真人不露相啊，哎，这是真假，我们要能够辨别。啊，那么在近代，就是印光大师，啊，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这是从一个小朋友的口中知道的，啊，在印光大师永思录里头有一篇文章记载这桩事情。啊，他们去看印光大师，啊，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印光大师把他们呵斥了一顿。啊，教训一顿，永远不能说这个话。啊，所以到印度往生了，才把这桩事情说出来，啊，大家才晓得。啊，有这么一桩事情说。所以善导在四十八愿里头称这个五愿是四十八愿的心要。可见此愿呢，是使弥陀弘誓之心髓。彼佛本怀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彼佛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的本愿，本怀就是本愿的意思，就是为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换一句话说，他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戒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啊，我们一定要加上有缘。啊，有缘是什么？他能信啊。不信就没有缘了，信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行了才能证啊，啊，到证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就证果啊，啊，往生之后决定成佛，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成佛的一个学校啊，成佛的训练班，到那里去肯定成佛。
为实现此愿呢，乃有十念必生之殊胜大愿。啊，为了实现这一个大愿，就是必定成佛。啊，定成正觉。啊，所以才有十念必生。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十念，后面呢，到第十八愿的时候，后面有很长的这个注解讨论这桩事情。啊，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有前世，前世还有前世，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啊，中国号称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之前有没有你？有你。不但有你，无量界之前还是有你。你不只在这个地球上过过啊，你在这个太虚空当中，许许多多星球都曾经住过。你能说过去生中没有遇到过佛法吗？啊，肯定遇到过，肯定修学过，啊，你没有修得成功，啊，那是你的幸运行不具足，啊，现在又碰到了。啊，表现的是十念必生呢。啊，看看过去，过去善根深厚啊。啊，要不然哪有那么简单？临命终时跟你一讲，你就相信，你就接受，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过过都是。跟阿弥陀佛有很深厚的因缘啊，要不然做不到啊。虽然跟阿弥陀佛的缘很深，可是迷得也很严重啊。迷得说，嗯，听到了见到了也不相信啊，老师劝导的时候还不相信，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啊，我信净土真的好难了。啊，对这个净宗法门呢，原本有很深的误会。啊，连李老师劝我，最后劝我的话，哎，怎么说呢？哎，他这个法门，你看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啊，很多真正有学问、有道德、有羞耻啊。啊，他们都信了，我们也就信一次吧。啊，老师用这些话来劝我。啊，我都没有接受。啊，我怎么接受呢？我是从华严楞严法华里头接受的。啊，讲这已经讲多了。啊，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文殊普贤是修什么法门成功的？啊，看《华严经》，因为《华严经》后面没讲到吗？啊，很认真的，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发现了。啊，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
啊，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就讲到了，文殊普贤的是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啊，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的菩萨的得意门生的，肯定跟老师是学同一个法门的。啊，你看那个时候我也是粗心大意啊，四十华严讲了一半了都不晓得这个事情。啊，再回过头来从头再看起，发现真的善财童子是跟老师走一个路子的。啊，发现什么？头一个参访的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的。啊，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的。啊，头一个。先入为主，看最后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才恍然大悟，原来善财童子彻头彻尾念阿弥陀佛的。啊，当中那个参学呢，那是示现的。示现什么意思呢？这个法门超过一切法门，示现这个意思啊。啊，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善财童子去参访，他这一段就是代表无量法门，代表八万四千法门，啊，门门都接触，门门都了解，但是不学，啊，后头念得离慈。啊，参访你的接待，你的照顾，你的报告，我都听了很感激啊，念得感激啊，他的恩德啊，离慈，慈是不修，还是念佛念到底啊，才看出这个味道出来。啊，我这样才对净土相信了，然后看净土的经典不一样了，就看出味道出来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深深体会到，印光大师说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你对于这个经教没有沉浸。啊，你对老师没有成见，你什么都学不着。讲得再清楚再明白，没听懂，没听进去。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了，现在人学圣教难了。啊，为什么呢？圣贤教诲，他不尊重啊。啊，不但圣贤教诲他不重，他连父母也不孝顺呐。孝顺父母是信德，奉事师长也是信德，迷失了自信，信德不见了，没有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佛菩萨来教你啊，孔老夫子来教你，你都入不进去啊，你自己的障碍太严重了啊，你不能接受我啊。我这段时期常常在想
想一部书，过学之要。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十九年，我民国十六年生的，我四岁。那么换句话，这部书的时候，到今天的时候，八十年了。我没见过，我晓得有这本书，我想这本书。昨天有一位同修给我送来了，我一看很完整啊，没有缺页啊，字很清楚啊，心想事成嘛，又想来了吗？我非常感激啊，我让这个同修们把他的名字记下来，我把这个书送到台湾去印3000套啊，印出来之后我送一套新的给他，可以影印啊，可以照相影印，字再放大一点啊，放成16开，看起来就很舒服。这套书是什么呢？啊，为什么会想起来呢？我在台湾，这都是很多年前，应该有10年前了。我第一套《四库全书会要》，我买了一套，世界书局出版的，非常欢喜。那个时候心里就想，这个分量太大了，不是一般人能读得了。我也没办法，哪有时间看这个书呢？啊，所以我就想起来，如果把这个书里头重要的东西揭露下来，啊，好的东西、重要的东西，啊，揭露下来，编成一本书，啊，这样看一本呢，等于说全书你都看到了。啊，我找我弟弟，他在上海。啊，也给他一笔钱，啊，希望他在大陆啊请一些退休的教国文的老师，啊，没有事情就看这些书，把它揭露，啊，也做了，我看到不理想，啊，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没有想到古人已经替我做了。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啊，他不是用会要，他是用全书，四库全书，啊，依照经史子集，啊，里面重要东西、好东西都把它揭露出来，啊，书的名字呢叫《过学之要》，这个之要怎么来的呢？之要是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他从这个得的这个灵感，啊，所以他也用之要做这个名称啊，叫过学之要。但是唐太宗的那个群书之要，重点是在政治与政治哲学啊，里面关于修身养性啊，治国平天下，他这套东西很多啊，过学之要的。那就很普遍啊，它是学术一种研究的东西，范围广啊，范围广啊，所以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看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要念这个，这个念到之后啊，你就有能力去看原本了啊，可以看四库了。这个作为四库的一把钥匙啊，先读这个，对四库了解熟悉，你再看就有味道了啊。所以我想了一套办法，就是要人杂儒释道的三个根，德行要紧。人没有德行，这些东西你吸入不进去啊，
德行是根本啊，那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必修的课程啊。你不修，你不能做人呐、啊。啊，第二个呢，学文言文啊。那么这一套书选得好啊，它内容非常丰富。我们从这个台湾国语日报的这个古今文选里面去查啊，一定有他们选出来的东西在里头。如果能选到100篇，那就很省事了啊，就背这100篇，读这100篇，因为这100篇是这个国学之要里头有啊，他也选了。那省很多事情，从这个地方啊扎根啊，用个10年时间、20年时间，我们传统文化就有兴趣了啊，不从这里下死功夫不行啊，一定要以传统的老办法了，不能够搞新花样啊，新花样的时候是不能成就的啊，一定要照古老的方法啊，这个100篇文章一定要背啊，要熟背100篇啊，你对文言文的障碍没有了啊，德行有的时候你这个基础已经够了啊，所以实在寒窗一举成名啊，现在这么多好东西都出版了啊，我是前两年商务印书馆再版四库全书，我买了100套啊，原本是想送国内各个学校啊，语言不具足啊，所以一部分送到海外去了啊，马来西亚送了10套，印尼送10套，澳洲送了10套，看国内有没有缘分啊。那么世界书局通知我，他们的四库会要也准备再版，所以我也订了100套啊。过去我跟他买了60多套，这一次我给他订了100套啊。所以这个国学之要好啊，我昨天一看到这，我就通知书店准备印3000套啊，他这一套啊大概有这么厚的本子，8册，精装8册啊，这个就是小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的精华啊，非常有意义啊，我这想这么久的时候他来了，大概就是语言成熟了，语言不成熟他不会来，来了也就成熟了啊，就会这个群书之要了，我也印了3000套啊，有平装有精装啊，精装印500套作为礼物啊，做礼物送人的啊，平装有2500套啊，我是要送从政的这些是治世人人啊，这是治国平天下的啊，所以我分配的是共产党啊、国民党、民进党啊，我都送啊，希望他们大家了都学老祖宗啊，把政治办得越办越好啊，人民就有福了啊，我们也有缘分呢，这个地方啊讲讲大乘经典啊，其他的我不闻不问啊，我们守住自己的本分啊，这个行业就是讲经教学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啊，谢谢大家。